而在场每一位同仁握手致意，党主席朱一伦出席军人委员会大会，拉拢党内军系，也展现黄复兴改组成果。黄复兴是我们共同的代号，它是永远会永续下去的。我们这一次组织的改造，是要把黄复兴的精神继续的扩大，继续的延续下去。化解蔡并黄复兴的杂音，军人委员会未来会并入各地方党部，也被解读是为明年党主席选举铺路。只是蓝营基层期待妈妈市长卢秀燕接下党魁。我就是专心市政。外传幕僚有建议您要找金溥聪合作来竞选党主席的部分，想问市长有可能吗？我家里都唔知咧，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？我每天在拼誓言都来不及了。尽管卢侯大打太极，市政优先，但基层劝进声浪不小。就连自家秘书长黄建廷都对外放话，如果刘秀燕要争取党主席，那朱立伦也不见得要继续连任。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个人的想法。如果有共识，那卢秀燕也愿意参选。我认为朱立伦不必然。所以现在党内共识是卢市长吗？谢谢啊，所以你都谢谢，怎么会有这个？我说如果谢谢啊，黄建廷撇清是个人意见，而且前提是党内得有共识。党主席选举还没到，相关话题已经搅乱党内，一池春水。记者文宗报道。下载尽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